看一下同步到微博了吗？我现在假装卡住了。好了，可以说了，同步到微博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全世界最友好的宋左。今天呢，我在哪儿呢？我就不告诉你，再见哦。这就是今天的直播内容。然后今天呢，我是来到了一个这样子的地方。这样子的地方。神秘吗？神秘吗？可能也就一般神秘吧。对，我今天是有任务的，欢迎我们今天的这个代班主持人还是什么人的无所谓。来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我们强。我就是说让你出个声音，谁让你进来了？他让我进来。我们强烈的要求祖儿到访我们新浪，我们让祖儿体验一下新浪的生活，我们会给他几个任务，到时候大家一起可以参与一下，走吧，我们。他代入感好强哦。那不然呢？你怎么回事？你一秒上线。那我现在去哪里？去这边。你要拉我去你公司吗？啊？可以吗？可以。那你可以把毛巾换走。你不要这么讲。Hello， 潘振神。不是你们的工作环境是可以这样直接打断的吗？可以，没关系。你过来任何事情都被允许。是吗？太小。好瘦啊。对吧？以后再有人说我胖，你们直接把他号关掉，你知道吗？关掉。我给你骂是他说的，我们可以。好了，现在祖儿来了，我们今天祖儿来不能白来，要让他完成几个任务才放他走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。吃的都吃掉。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男同事化妆，但是我们现场有很多男同事，我们会给你有很多男同事，我们会给你两个线索，让你把这个男同事选出来。然后当然我们也有一个暗号，你的暗号是忘不了餐厅，然后你可以去找，这是第一个线索。第二个线索是他是一个男的，身高175以上。然后你现场找一个男同事，他是一个男的，谢谢。你最好没说他什么已婚，然后什么他的星座是什么，对。对，身高多少？175以上。找找吧，你看在座的男同事，然后你可以跟他们去，你可以跟他们去对一下暗号。我不知道。你老看我干嘛呀？你好看啊！你好看啊！你天津人吗？我北京人。你这口音有一点飘哦。有一点不好意思。你身高？我不到不到一米七五，我不到一米七五。他有女朋友，你知道吗？是，知道。男的是吧？啊，对。哎，男的。你。百忙之中想插一句，你们手里都有大号了，赶紧现在拍我们组啊，赶紧发。拍的好看一点，拍的不好看呢，你就再去别的屋发你的号。嗨 ，Hello， 为啥看到我？害羞了。他这没有，他刚才特别认真的在工作。他不好意思啊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有些不好意思。你那个也有老婆吧？是吧？没老婆可以可以没有可以没有。把我拍下来了。可以没有吗？小姐你是小曲吗？小姐你是说你可以没有女朋友吗？我太过分了。你再说一遍刚才那话。不说了，我给他拍的。全国观众都看着呢。这镜头太多了，都凉了。不是，男，你175吗？我看不了。175多高啊？175。是我们这个吗？是啊。你这得有一米九了吧，他。我天，那我这是不是有点近哪四边呀？你坐下吧，你不是应该啥？应该不是。你看啊，你看啊，是你吗？我是什么来着？忘不了餐厅。啊。镜头在那儿呢。忘不了餐厅。没有人接，来去蹲位，你要用力找找。用力找找。忘不了餐厅。左边在哪？对吧？左边在哪？真是你啊！是我。很失望。你很失望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希望是谁？你先让我再选择一下。哎，我看看那个没谈恋爱的未婚的还有几个呀？我看出他有各有门道。那什么星座？什么星座啊？水瓶座。几几年的？98年的。92年属什么的？被懵了。你在说自己的生日吗？哎呀，
属猴，坐下吧，谢谢。坐下。我属虎，不行，这事儿。我是。对。但水瓶座是那个那什么还挺合的，星座还挺合的。你们这一个办公室就这，就这一个啊？一个。这不是都被你怕死了？辛苦了，在座的姐姐们，真的替你们打抱不平。所以我现在是给她化妆是吗？对，你是想要选择不给化吗？你可以换。不是，主要是我戴的都是黑色的那些什么。没关系。这个小哥哥挺帅，这里面那个很漂亮。他单身。你们请的时候拖吧，他不会是没有肉，不是炸弹什么的。嗨。对。场面已经不敢那个耶。为什么你那个在干嘛呢？啊，我在做微博的开机广告。我帮你做吧。那你不把自己放进去？是的。对，我所以这个真的就是你这样做出来的。对，这是我们的好物进化论，然后。好了，好聪明啊！不喜欢，不行，我不喜欢这样聪明的。好物进化论。哇塞，办公室原来的感觉是这样啊！对，就比较乱。但没有，就会很温馨，就跟以前弄课桌似的，就以前弄课桌的那种感觉。从来不受控。还有一些装饰。这是什么鬼？头饰吗？仙女棒。用的 Happy Birthday 蛋糕上搞下来。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吗？真假的？真的，我有带身份证。来看一下。真的吗？33岁生日。真的。我是想看看你的。照片是吧？没事，你还不要给大家看。对，把这个捂住，对，把号捂住。哎，你是？哎，是属啥的？是？我是属猪。我是属虎。哦，对，真的，真的，对，真的。哦，咱俩一样。对。北七，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感觉不快乐，生日快乐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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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于是听了我的歌，你就要一直站在这里举着这个哟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来工作了，谢谢，好好玩。谢谢。办公室原来是这种感觉，而且你们办公室管的吗？都不管你。真的，你们都不工作的嘛？你就是我们的工作。好嘞，你说的。啊，好，你说的管用，来吧，你坐下吧。到了我们两个私人面对面时间。要化妆了吗？那我们去前面吧，那儿地方宽敞一些。这很宽敞，我想让大家看到他 over 的样子。可以，这个弟弟，你也是发亮的话题。被你发现了，也没有办法。哎，那化妆的东西，你知道在这上班的多吗？为什么呀？你看我的头发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就不错了，怎么还挑呢？总有一天会没了呀。没了。赶在他没最后一个，那我现在赶紧出去。回来，快画吧。画你想画成一个什么样的？你说。我化妆真的不错，真的。去对面看。显他头发多的，那我做不到啊。显他白行吗？那好像也有点难。你们没说是易容啊？快，在这画 OK 吗？在这画或者去那儿画，那儿有两个凳子。在那儿会宽敞一些，你自己选。不是得看他，因为他在那儿，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被大家围观了，就像看一场表演一样？那其实现在也没什么区别，啊、对不对？啊、也行，那你就让大家拍的方便一点吧。走吧。来。来左。为什么要弄个这样？有用吗？有用，因为老师不按颈椎会不舒服，所以要弄个小桌子。你那是那个叫的那个，真的很像。办公室原来是这样的。其实我以前想，希望我自己是一个这样的人的。这个办公室，我真的可以。来，子文老师。啊？你坐这儿，让他坐那儿。我是 Tony 老师，坐下，美妆师是不做的，好吧 ？OK， 好
真的画啦？真的画。你们办公室有人出价吗？出价，5块钱起价，就是5块钱程度的丑和100块钱程度的丑，我支持微信支付。那可以加微信吗？先加微信，先加。不用直接扫码就可以。直接扫码，直接扫码就可以。对，真的没有人恨他吗？人缘特别好，都给我坐下啊！全都给我坐下，现在。哎。他们都已经开始工作，他们都不理我了，怎么办呀？在随时可以抬头看。没关系，我这样我先给他画，画完了你们就会爱上他。要戴上眼罩吗？对，我觉得因为我化妆太厉害了，所以没什么突破。那个，既然今天有保险是吧？我有保险。啊。我说这个眼罩也是我提供的哦。那就是你情我愿的事儿，来吧。不然，但你不能离我太远，你不能离我太远，真的，你离我太远之后。但其实我感觉我这么黑，你戴不戴眼罩也没区别。跟那个不一样。对，就是还是脸上还是有一些稍微，鼓起的地方，类似于痘，没有了没有了，开始了，你想画一个什么样的妆？我认真的。你说吧，我也，东东啊，欧美妆好吧？看你吧，看你吧，吊眉。吊眉，吊。画一个普通一点的吧。你不行，你太耀眼了，多挤眼也没用。我这个人吧，就是唯恐天下不乱。哎，真的，感觉也比较辛苦你，给一个现在起了这么多闭口的人化妆。哪有啊？全都是。要多喝水。好惨。没啥用。真的。准备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嗯。我手挺干净的，你们需要湿纸巾吗？你们需要湿纸巾吗？哈喽。我并不是有人有湿纸巾吗？有人有湿纸巾吗？我有。有吗？有卸妆纸，卸妆的，对，就哎，卸妆，这儿有一个卸妆湿巾，你看，卸妆什么？看，别紧张，没事，大家都是女人，好懂。你先擦擦我的手。奶奶，看视频。刚才摸过的是什么？可以吗？不可以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啊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刚刚视频。算了，还是再给他擦擦吧。需要擦一下。我也觉得是，你这个脸好像上不去。好，看不过来。哇，你有什么感想吗？好开心，好吗？你知道吗？你家小狗狗它那个眼泪特别爱流，就是你每天也要这样子给它。那是你们家狗吃咸了。不是不是，它就是那样子的。嗯，狗的泪腺会在盐摄入多的时候才会。行了，别说话了，是因为我逗它了，它哭了。哇！来吧。那还不如吃咸了呢。来吧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你说这个游戏真的可以跟男朋友啊、朋友什么的玩一玩，蛮有趣的。哦，对啊，我操，我好像原来玩过这个。文明社会，怎么回事？我操！对呀、啊。记住了啊。你说我这手法绝了，好，都是新东方学出来的，剁肉那个。这个色号我很适合。对，这个色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可以吗？可以，你这是被我吃是吗？对，等等，稳重。怎么样？演京剧。哎，你来，你来。哎，所以我有限时吗？还是我可以一直画？我有限时吗？给你限时5分钟吧。好惨难的。很惨吗？嗯。啊，那我匀一点。你感受感受。等一下，额头没涂匀。发际线附近。嗯。对。嗯。那边。哎，是不是很惊讶？吐舌吗？是吐舌的吗？啊！哎，你可以摘了看看。我不想。我会不会我的美妆代言都把我都不要我了以后？没有啊，不会啊，你就跟他们说你是模仿那个《忘不了餐厅》里面的。你不要说话了，你嘴全是粉。真的，我觉得他在被我吃着呢，其实还挺好吃的。这样摸比较。
哎，好吃，哎，这样比较服帖，是哦，还好吃，没那啥。哎，我的那个，我的那什么，东东，你要负责帮我卸妆哦，听到没？不是，我要我的那个，这不是你自愿的事情吗？哦，是啊。你不喜欢我？喜欢你。那就。那你能帮我卸妆吗？你看，你能回答了我。别打，别打，关键时刻画眼睛。我天。我的天。对，我眼睛吃不了这东西。别说话，再创作。对，闭眼，闭眼，眼睛闭上。我靠！我想起来当年纯艺挑战。抬眼，画下眼。快点！有人笑我。快点！画什么？下眼底，抬眼往上看。来。你厉害，你知道摸是哪？我都知道，你别说话，往上看。来。好，行行行行。来，往上看啊。得嘞。哇、哦，可以！真的，我就是。哎！这儿啊，来往上看。我瞎了，姐姐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相信姐啊。没事，给你打点鼻影。鼻影。哎，我这肤色还。鼻影。还用打鼻影吗？真的。轮廓不一样。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！修容。你看，我真的闭着眼，我都能找到这些地儿。你打的是高光。啊，高光吗？那错，换回去。别走，那重新来一遍，来。哎，这回对了吗？对对对。OK， 这个颜色重一点再。OK。鼻影哈。还挺好看。还挺好看的。谁说的？来，你们来试试。这么好看的事儿，真的我都不忍心。好吃，好吃。别说话，艺术。好像京剧啊，京剧唱戏了。还是个旦剧，我觉得。还有多长时间？哎呦，我忘计时了。咚咚。还有一分钟。哎呀，感觉被揍了。别，没关系。我没有动。啊！你线上的粉，我跟你说，我真的可以，千万别动，千万别动，这个笔是软的，来，我真的可以，我跟你说，我真的很厉害，我手都在抖了，不要换那个线，你别说话，可以，我觉得画的还不错，特别韩范儿，对，你线上的粉丝都说你画的挺好看的，对。来画上眼线，往上。啊！别了，上眼线就别了，不画那眼线了。再描描。东东。OK， 来。马上就纯卸妆哦。没笔。还有最后一分钟。哎，那挺好看的，真的。别，口红。给我拍来参赛啊！口红。你们新浪不准备一个什么偶像大赛吗？我觉得他可以参加。是吗？嗯。哎，应该提前合个影。哈哈哈哈哈！欧美妆是吧？欧美妆。哎，这不是眉毛吧？你在画什么？眉毛。不，这是斑马线。你们这同事对美妆就是感兴趣吗？对啊，他平时用的护肤品要比女生专业很多倍呢。真的。嗯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还能当鼻影使，这样，连一下就上去了。你的粉丝全都在哈哈哈哈哈。对，说你画的特别的好。这是什么？双修笔。好好好，那为什么要往嘴上？京剧是中国的国粹。口红还有什么吗？就口红了。你别带，先别带，蹭粉蹭粉。挺好的。哎呦，这手法。还有那个睫毛，这手睫毛不要了，口红最后一分钟了，口红画上我们就 ending。最后一分钟已经过了两分钟了。精华就在口红呢。精华在口红，提气色。绝望。
都在在乎。对，这口红的另外一种用法。哎，哪儿去了？哪儿去了？要比一下。这是牙，这是牙，这是牙。你闭上嘴。你闭嘴，别说话。渣男人话好多。对。一定要画个咬唇妆。这是嘴角吗？好美。是不是？你们能不能发生一个感叹？美不美？美。行了行了，换哪儿？对，我觉得够了够了。你这口红都要吃没了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好看，哦、来，不用够了。我觉得男生要阳刚一点，不用涂那么多腮红。来，对着镜头塞一个，左耳老师看，可以。我手满手都是眼。哇，哇塞，我给你画真的不错。惊为天人，真的吗？那我就不照镜子了好吗？也太好看了吧！别不是。什么呀什么呀，就是给我描述一下好吧，我就不照镜子了。你们看一眼是不是还不错？哇，太好看了。是不是还 OK 的？西斯莱杰。我觉得这个时候是留影的好时候。哦、新莱杰是吗？小丑。对、哦。其实我牙上也有，真的。有吗？好吃的没关系。哇塞，我画的技术这么好，我画的粉底好匀啊。那我希望你以后就带着眼妆画吧。是真的、哎。这男的是我们同事。可以让左上跟我说话吗？介绍一下你妆容好吗？我惊了一下，画的这么好，底子好。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。为什么这么画？你还 Q 上他了？你还 Q 上他啊？现在是一个就是种草的环节，就是为什么你要这么画？这位男同事真的画好多，好可怕啊！大家好个。因为我觉得你值得这样的美貌，人间不值得，真的，你值得这样。好了，要不要合个影？现在吗？不然嘞，不然我们还要等你卸完妆再合吗？没机会了。别让我妈妈说了，不能跟坏人合影。现在就变成了。但我觉得还蛮好看的，你看我这粉底画的蛮匀的。谢谢我。哎，我眼线画的这么好的。今天还可以。眼线还可以，但是你一开盖，我知道这个颜色上我脸应该就完蛋了。但是你这个白很多。但是你看我脖子。现在一到十，现在左儿的第一个任务给男同事化妆就完了。现在一到十，十分，大家给左儿的妆容打几分呢？十分。对，上班就得穿睡衣。真的，我喜欢穿睡衣。十分，都说十分，都说十分，不容易。你有什么获奖感言想说吗？大家都说你是十分。实至名归。好，那我们进行第二个任务吗？你这个挑战也不是很厉害吗？厉害的。你们还有什么挑战？我们第二个任务就是给女同事编头发。哎，我可以给女同事剪头发。女同事跑了，你看，让我看一下，你回头看一下，是哪位女同事啊？这谁的呀？是哪位女同事想剪头发呢？现在我们也有，现在桌上会有你的两个线索，你去找到那女同事给她编头发。哪里？就在这两排区域有一个女同事，有两个关于你的线索，就你在她的桌子上能发现两个关于你的。天，美貌和才华都没有啊，表现不出来。左儿，你跑远了。不是啊，我就想让她跑一会儿。这两个呢？对。女同学。嗨。哈哈哈一点点，是什么跟你有关是吗？我有关，奶茶和我有关。我知道，哎呦，这个是给我的吗？可以吃的，真的吗？真的是喜哥的，谢谢你。花也可以送左吗？可以，你能递出去。你以为你是？
需要我帮你弄了吗？不不不，你喜欢就拿，不喜欢就算了。你喜欢，但我不能夺人所爱，好吗？这个也行，这个。我已经知道是了，我已经知道是谁了。谁呀、啊？我咋知道是谁？你问我，鱼子的办公室。你在干嘛呢？喜欢吗？你帮我写。我可以帮，我真的可以帮你写，我真的可以帮你。卖萌了吗？真的。真的吗？嗯。帮我写吧。我要给你买很多水果，真的。赶紧。好的，好嘞。记下里边。工作后给你买了。嗯。你写什么方案？营销方案。营销谁？营销你自己。哈哈哈哈哈！找到你啦！我知道是你。是我在干嘛？给你剪头发。哈哈哈哈哈！给他编头发。剪头发去。哇，这位男同事这么能豁得出去，你可以让左二剪头发吗？对对对，这个头发。可以吗？可以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大吗？玩的？戴眼罩吗？别戴眼罩了吧。这位男同事自告奋勇，可以让左二剪头发。你刚才还是跟我说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。干嘛？没有人能让我剪个头发啥的。他不是说可以让你剪了吗？剪他的，剪他的，胖子。剪了，应该剪坏了，怎么办？以后发现我再也出现不了那个在新浪里边，然后新浪干脆就没有我的微博，没有我这个号，没有我这个号。不好意思，所以我现在要干嘛？给他编头发。给他编头发。那我头发长一点，你可以给我剪，下次再来给我剪。不用，我真的编成什么呀？你想编成什么？梳子。哎，我们可以有朝天辫吗？可以。粉丝说好不好？你开心就好。酒吧的。是零零后吗？不是零零后吗？我啥时候是零零后了？我不需要。咋的？不让剪头发。不让剪头发还不开心吗？祖儿，这个给你限时十分钟 ，OK 吗？但是问题是你们得给我个主题啊。主题，来一个主题发型。专业的，那还不行，先干净。
求，而不是他我没错，给他更明确的需求，要不人家不知道你想干什么，是不是？真的，要我不当演员，我就肯定过来帮你忙。真的，他们的技术都不敌我。你说想怎么营销？你这出去乐死我。你掰得动吗？那我来。瞧不起谁呢？哎呀妈！等会儿一会儿找你玩去啊。你帮他掰一下吧。你们掰别的，我还要好多。那都帮他掰一下。怎么掰？这个怎么掰呀？他好像今天想让小辫立起来。拿几个曲别针。哎，这不很快就掰开了吗？咋办？曲别针怕扎头。哎，你过来找。所以不用啊。曲别针，曲别不行不行，怕扎着。看我们妹妹长得是不是？你们是你们办公室的艺人吗？他们差不多。塌了塌了。塌了好像那个银河合唱团的那个小歌唱家。非常可爱，对着镜镜笑一下吧。那就关了。行，不许看他，这样大家都喜欢他了。好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好、什么你都能夸得出来。
都是姐，没有。看见左儿了，左儿走吧。我怎么还没有？姐，走吧，左儿，好不亲。我去看一眼，我去看一眼那个姐，真的，我关注她很久了。哪个姐？哪个姐？哪个姐？嗨，我来找你喽。有点害怕，能不吃人？怕啥？哇塞！你就要这样沉默对视三分钟。他要看一个。哦，不是，这不你画的，不是。哦，你喜欢动漫啊？为什么要送你？可以坐下来观看一下，后面还有你看你相中什么了？可以随便拿。相中什么了？随便拿。这位姐姐说话了。哎，那你会画吗？你是不是应该很会画？我已经好多年不画画了，但是 OK 的。那你画一个我好吗？现在不行，好多年没有画了。没关系啊，落地页可以的。这是干什么用？刷电脑的。好 Q 啊！我送你俄罗斯方块吧，我自己勾的。你是勾的？哇！你真的好厉害啊！你知道吗？其实你是我从小到大最讨厌的那种女生。为啥？你是不是画画特别好？小时候上学，嗯，手工课弄特别好。我从小就讨厌这种女生，因为我妈妈特别想让我好，就是画画好，但是 我就是画画不好，然后我们妈就把我的美术作业撕了，然后她自己画了交给老师。我妈是嫌弃我不让我画画，就是我妈觉得我画画特别难看，但是我跟你说，我上学有一阵也是爱画这种，给我个笔，我真的还会画，我用脚趾，我都知道精髓是什么，真的。啊，有纸。给。对，我心里也是有这个梦的，然后是被磨灭了。给你找一根可擦的了。我自己洗照一照片。这儿有一根可擦的笔。我给你。你让自己还挺这样的，你都在那洗。坐着够久。那我还想，我喜欢这板儿就不行了。对啊，我就还是得看脸，这个不太对，这个部分。我给你，你双臂举着。拿手机的小哥哥无聊不无聊？还行。不要放弃。真的，我跟你说，你可以顺便不顺便问点问题。你看，这工作好高级。是吧？真的，他弄得好好。我看他这一溜，真的。交流一下，你们别挡着人家，这是我们两个的时间。我们两个的时间。你们都不懂。虽然我的技术大概小学生能画出来，但是这是我心中。你为什么放弃了？是因为？因为我确实觉得我没这个天赋。因为我数学不好。画画不需要天赋，这个东西就是练，真的是。啊，那我估计我懒。画画的人我真的知道蛮辛苦的，因为我们艺考的时候也有那个美术生嘛，他们会，我真的，而且画画要静心，我静不下来啊。我小时候也经常爱玩，老师总是说，哎呀，你画半个小时就让你休息半个小时。我只能大概画了，你是不是着急要下班了？一会儿不着急，我还没有开始工作，我的活还没来。你都喜欢，就是。那你们肯定会有上夜班的，有编辑会上夜班。真的。你们最怕遇到的事儿是什么事儿？
结婚离异出轨。哎，你们不要不要再那什么，你们还有项目进行中，明星不来了。对，像宋祖儿经常做的那样，是不是？宋祖儿经常就说自己是吃麻辣烫了，然后就不来了。我喜欢吃麻辣拌。哎，我没吃过麻辣拌，真的。就是没有汤的麻辣烫。我没有吃过那个玩意。你在认真思考这道菜，干拌麻辣。哎，我们学校旁边有一家还蛮好吃的，听说。哦，我就。这后边太多了，我就带换了。你大概画一下吧，主啊。啊，我后面还有别的环节。但是，但你让他把眼睛画出来。对，你把眼睛画出来就 OK 了。你可以画一个那个特别简单的那种一点的那种，就特别有反差萌。我不是我就是当时就跟人家那个看我们班里同学画，而且我没看动漫，我就是看我们班里同学画，我就偷偷的学着画。天哪！瞬间觉得我画的……哦，我看过那个。哪个？下面那个吗？那绿色的吗？哦，搓搓了半天也没搓出来个啥，我走了。是多少个？没搓出来。说抓娃娃机的那啥吗 ？No。哪个？机器人。No。每一款高达都不一样，就是好多年代了，就看你是哪个年代的。大家快点回去吧。哪个？哪个值钱我拿走。你看吧，你看你觉得哪个值钱？走啦，辛苦啊，拜拜。签个名呗。谢谢。你不挑一个吗？我送你俄罗斯方块，或者你挑一个你喜欢的。别了，我不夺人所爱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好了，我们。Okay。 我们就只签洗出来的，好嘞，两个都差不多了。谢谢。昨儿我那有一个零食抽屉，你可以上我那零食抽屉里面随便挑一个你喜欢的零食。这个这个不认识。这个小哪吒。好好看这个。谁？这才是铁粉要的片儿。要不欠我电脑？我看到那个，我汗都出来了，不跟你开玩笑。谢谢。有点不太好使。这个。你们怎么会知道我今天要来？刚刚打的。你们这里就直接可以打照片吗？嗯，我们什么不可以？对，为了你什么都可以。我会关注别人来的时候你们说什么呀？你喜欢母名吗？我妈可以送你一个母名的纸胶带，我从日本带回来的。母名哪儿呢？这里有母名的纸胶带。那我可以说一下这个吗？这个和这个，你选，你要哪一个？我喜欢母名，他们之前说我胖的时候长得像母名，我要不这个就是贴出来的效果。好可爱。这个也是镂空的，两个都是镂空的。这卷哪个厚一点，哪个薄一点？都一样的米数。米数都是一样的。真的吗？对。哦，这个是你的。嗯。哦，这个你的，那我就拿一个你的同款，好不好？好的。谢谢。他没有男朋友哦。不用再说了，谢谢。我跟你说，我特别讨厌他们这样，有人老给我征婚。我这一个端午节回家，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呀。你们都有看《忘不了餐厅》吗？嗯，那个都看啊。要了我们签名，不得看我们这个唱不进去吗？不，你们就把我的签名每天贴在桌子上，然后呢，就每天都得发宋祖儿的话题，要不然就觉得不好，我不好。好可爱。哇，怎么还有立刻？哇，怎么还有？你们真的很夸张。啥叫立刻？开一个，开一个这种机制，这种应该拍合影。好了，最后两张了啊。来，好了，我们走了。这是谁的本本？我的本。谁的笔？谢谢，我收了一个礼物。哎，我的笔呢？这是不好使的那一个。好乐。这是祖儿给大家带的吃的，你们就自己分吧。祖儿就不给你们发了啊。谢谢。走，把你叫下来，拜拜。要记得追我们综艺《忘不了餐厅》啊。好的。这是你们的工作人员吗？是我的。啊，你说我呀？在办公室说我坏话的是啥？好啦，走啦。谢谢。替我们拜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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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去我们明星组那边，我们的大本营。现场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他一下。Hello。能你等在这儿的吗？对。线上的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祖儿。谢谢。走吧，那我们往前走，去那边是我们组。哪边是你们组？前面。哎呀，都快跟不上了。我都跟你害怕。咋了？我是谁胆儿最小？谁胆儿最小？我不认识他们。从底下爬进去。我去看一下，我帮你打探一下。好亮。他戴个耳机、啊、你往前走。你看，然后他们不服，先。好一点。脸这么红吗？卡吧。